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上来吧。怎么了，姑苏？我真的不想再去找那个人了。别呀，再坚持坚持，行吗？我们都已经坚持一个多月了，你每天都带我在水产品市场里面找。 我会所里，前面那路口右拐就是派出所了，我能再陪你走几百米吗？走了。 对不起，你不应该说对不起，因为你是受害人，你也不应该对我说对不起，因为这是我的工作。如果你非要对不起，其实你最对不起你自己。你刚才不是说你睡不着吗？我告诉你。 随着一天天过去，你一定会睡着。但你会怕醒，未来的一年、两年、十年，甚至下半辈子，你都会害怕醒。醒了以后，你会惊恐、畏惧、后悔。后悔我当年怎么就没有勇气找出那个人呢？红色都是痛苦，抓住他，只有抓住他，只有让罪犯绳之于法，才能解除痛苦。 你刚才让我救你，说实话，我救不了你。真正能救你的，还是你自己。走了。